西半山有啲特色单位减咗价，我哋而家坐紧的士过紧海，嚟到西半山嘅观潭道，系香港嘅传统豪宅区，距离西营盘地铁站大概系七分钟步程，物业只有一座，提供12个单位。上面有间特色的个几多啊？复式两层嘅设计，实用面积就2499尺，四房四套，价钱就减咗落嚟，每一间大概系32000尺，顶层仲有一间3721尺。三幅式的设计，连过千尺的平台，厅房全部都是一线景观，望住整个维港烟花景，整个海景极之辽阔，厨房都望海嘅。而发展商的意向尺价是66000蚊，总价是2億4500萬。呢口价你觉得发展商有冇卖贵到呢？欢迎留言话知，我哋下期见，拜拜。